玉捷航空飞台南甲越南乌节明市定期国际航班，每礼拜三天来往，平均载客率将近七成。不过无到一冬，煞传出将为十月开始到明年三月，将取消几百班次的航班。我们的营业额主要就靠这个国际航班。国际航班结束，你们就失业了。对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往台南、那个越南去那个旅游嘛，旅游还有投资嘛。对呀、啊。我假如把我们台南这边取消，会造成我们民众很大的不方便呐、啊。旅客感觉相当不方便，店家生意也受影响。议员林美燕接到消息，马上邀集相关单位进行欢迎加讨论，表达立场。从金用机场，然后成为我们国内机场，然后成为国际机场。我们如果你今天再把这个最后一条航线的飞虎志明这个航线取消的时候，我们台南机场是不是又恢复原来的国内机场？都退路了，这样对台南地方来讲也是很大的伤害。我们六都样样似乎都比不上其他都，那好不容易有这个航空站，这个国际机 场，对不对？到目前为止，它也是效能不彰。议员王家金指出，市会曾经向中央争取9000万，从事机场的相关设备，一定有能力处理国际航班的作业。李伟丹以前也批评，地方推动国际观光也做了不够，更向赖清德发威。赖清德，你请你回来台南看看，请你回来看看你引以为傲的台南国际机场，现在要消失了，现在要不见了。你现在不是只是你在选总统，然后你就忘了台南。经过了解，停飞原因是月捷计划为十月开始实施冬季航班，台南起降的时间由下晡延后到暗时六点。也不过因为人力调配问题，无法度达成共识，所以停飞5个月。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同样的一条航线能飞的话，也是要很多各行各业等这个民航产业来共同来协助。目前市府也正甲玉捷代理商积极沟通维持航班的问题，地方甲中央平台也会全力争取，让这条国际航线会当继续经营。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